じで。是讲，你要陪我讲心事，你不是讲，你要陪我继续忍，结果你嘛同款，把我一人囥伫遮，那安尼，你嘛是咧欺骗我，敢毋是？不过咱个人，大男寡女伫咧同一个房间。万一叫人看到，有人误会啊，我惊会互你歹做人嘞。是谁想歹做人？我阿拢今日甲伊较早女朋友带做伙啊，是安怎？我袂愿意甲你做伙饮酒、讲心事。艾伦，你要帮我一人伫遮好不好？我真正足惊，若是我一人伫遮，我的情绪无法度控制，我会做戆代志。我求你，你要帮我一人好无？白雪，你莫讲这种互我烦恼的话好无？既然你拢已经安尼讲啊，那安尼我绝对袂离开啦。我不管别人安怎看、安怎想，为着你的安全。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。我就知影你对我上好，我只是想袂到，原来是分开这么久的朋友，会在我上失志的时阵，予我有希望，予我有活落去的勇气。我捌甲你讲过。这几年来，我生活的上要紧的人就是你。就算讲你无伫我身躯边，啊，不过我的心内一直拢伫咧想你，关心你。艾伦，是安怎你会对我这么好？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，保护家己心爱的人，那是任何一个查甫人拢应该做会到的。可是讲伊做袂到。我家己心爱的人流目屎，那安尼就表示，伊根本就无爱迄个人。无唔对，阮翁一定无爱我，因为阮是相亲结婚的，啊，毋过婚后煞无共同的话题，伊对我只是一款责任。是爱，啊！不过查某人若是无爱，根本就活袂落去啊！这段婚姻对我来讲是一个创哦，是一个凌迟，我真正活了最痛苦的。我原本了准讲，你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是有人捧在手中保护的，所以我才一直跟你保持距离，唔敢搅扰你的生活。结果我真正想袂到，恁翁竟然让你遐尼啊痛苦。咱也知影，当初我着较勇敢的，较拍拼的，约着你，今摆我看到你安尼。我真正足自责的，拢是我唔好，才会害你活到遐尔痛苦。艾伦，白雪，我真正足爱你。
顶受啊，有别人会顶受啊，我一定让你后悔，你是安尼伤害我。